大家好啊，今天我们又来教，今天我们准备用单瓣叶的扣段的课，就是凌霄花。那凌霄花呢，它整个是走这个羽状叶啊，单瓣是很艳的红色啊，是我们将画这个。但在画这个之前的时候呢，我先解答一个我们那个有同学在问的一个问题。这个问题呢是很深入，就是说中国画跟西洋画到底有什么差别地方啊？现在在全世界就是中画跟西画有什么差别？那这个东西呢，刚好我以前在美国这个曾去做过一次演讲，当时我讲这只讲了2个小时，那但是我们今天呢，我把它浓缩，我就花几分钟，大家先有个概念，如果有兴趣的时候再直觉的研究啊，因为我们学画画呢，并不是光靠记啊，你光记以后呢，你会变匠，我们需要很多的理论基础啊，有很多旁的呢，就像胡适说的，我们做学问呢，要像金字塔。我们的专长呢，像一个大的旗杆，那我们躺下来，如果你旗杆再高，你到几公尺以后，它可能就断了啊。那唯有你旁边围到了它的学问，把它围到，就像金字塔一样的围起来，中间有文学的、哲学的，包括我们的做人、我们人生的道理，尤其中国儒释道的精神是非常丰厚的，我们都要去学习啊。另外还有就是，在有关你这个绘画方面很多的，比如说绘画史、中国绘画史、西洋绘画史、美学的基础啊、构图学、色彩学，这些东西都在里面啊。那我在学画这个，有因为我当时在大学当老师，所以说我也必须要常常会换课，我必须要了解这些东西，也幸好这样，所以才造就我不得不去更深入的研究。那在这一方面呢，我想用很简单的讲，就是说我们西洋画啊是用眼睛看的，我们中国画呢是用心的，在西洋画呢它是科学的，在我们中国画呢是属于哲学的。那从哪里来看呢？比如说西洋画眼睛看，它的色彩是什么？明暗，它重点在明暗，亮就是画亮，黑就画黑，所以他眼睛看，我看是怎么样。但中国画呢叫虚实，那这个什么叫虚，什么叫实？所以中国画5000年下来，外国人没有一个画好过，包括郎世宁19岁到了清朝，50几岁离开他西画底子厂，最后他走完以后，他画的你看那个马还是西洋的，他只用了中国的笔、中国的纸、中国的颜料，但他还是画西画，他一辈子他也不知道虚实是什么东西。这就是中国最可贵的中国的精神，在这个里面用虚实的，像中医也是讲虚实的东西，所以西洋你讲虚实他就懵了，他完全不知道这虚实。比如说举例，像这个桌子，我外国人最亮在这里，因为这个光亮，最黑在哪里？下面最黑。可中国画我们要画的时候，我落墨最重，最黑在哪里？在这条边上，因为它对我最突出，它是存在的。那哪边最淡呢？下面最黑的最淡啊，因为它对我远了，渺远了，它是虚幻的。那么再更显示说，再举例画树，西洋画的树顶受光它是浅的，黄的，润绿的，下面呢它就是重的。但是我们中国山水你去看，我们最重的墨全部在梢头，梢头最重，下面最黑的地方淡墨，是反过来的。因为梢头它给我们感觉是最实在最突出，它是实，下面呢蒙蒙的很黑的地方它虚了，反而用淡墨，用淡墨啊，这是很重要一点分点不同，就是明暗与虚实的不同。西洋重面，中国重线，中国人呢是
书法出来的，所以以线条为主；西洋呢，以面为主，啊，用面为主。西洋人没有线的，西洋人的面，它没有一条画条线，它是两个颜色的交接，就这边是比较浅色，这边深色，两个色一并，这个中间这个没有线的线就是线，啊，它是用这个来当做线。那中国呢，必须画条线。那后来到了后期印象派的时候开始，尤其到了野兽派，马蒂斯这些，包括现在的毕飞，完全包括了这个后来毕卡索他们非常重视中国画。其实他们，我们以为我们在学西洋画，其实西洋在后期印象派是大量在学我们中国的画，就是黑线条。所以你看野兽派，他的很多里面都是用黑线条框起来。Biffy 是用了整个面大面积，像我们那样大笔的扫啊扫的这墨色。那 Picasso 他也是很多种，所以你看西洋画里面用了黑线把一个东西框起来，那全是偷中国画的东西。所以中国画其实对外面影响很大。我们八国联军一打以后呢，我们中国民族自信没有了，以为啊外有人好，其实不是，中国东西非常的好。所以张大千，我的太老师张大千后来到了跟毕卡索碰头的时候，他问他你来干什么？哦，我要来学习西洋画。毕卡索告诉他，世界的艺术在中国，要回到中国才是真正艺术的最深最广最渊源最深的地方。所以西洋是这样，所以我们中国人呢，对我们中国画一定要好好的重视啊，不要因为八国联军一打自信心都没有了啊。这是想就是面与线的关系。第三是透视问题。那西洋画是一点透视，从这样看过去该怎么样就怎么样，他用的是眼。中国画是运动透视，多元透视，它到处都是透视点，所以它是一个运动透视，它用的是心在规范这件事情。那我们怎么看呢？如果有一天当你在飞机上去看下面的树房子，没有透视，当你的点下去的时候，它发现没有透视。所以西洋画呢叫一粒沙中见世界，科学的。中国画呢苍穹之中观宇宙，啊，是一个唯心的宽广的啊，这就是嗯。那中国画里面呢，第三讲色彩。西洋画呢它的情感完全靠色来表现，它不见得用形表现，但它用色表现，所以它的色彩特别讲究，比较艳丽，好表达。但中国画呢反过来讲雅，因为我们受到了儒家佛家道家的思维以后，我们走淡雅啊为高的一个境界啊，这就是色彩上的一种分辨啊。在下面就是说还有最大不同，当然是工具的不同。因为西洋人呢是油画画布，用了一个画笔来画，那中国画呢用的宣纸毛笔水啊颜料不同。那西洋画如果今天我要画一个面，由深到浅，油画要用好几笔啊，先画浅再画中再画深。中国画的毛笔很软，它则笔毛一上完以后刷一笔浓淡水通都有啊。这个是各种器材跟纸张跟它画布不同所产生的不同的效果啊。这个当然再要谈，那我以前讲过，我两三小时我五小时我也讲不完，因为包括了美学很多的道理啊，包括的各种立国的精神。那现在呢我就把这个今天介绍到这里，下面呢我就来示范怎么画凌霄画啊。好，谢谢各位，来开始。我们今天来画凌霄。凌霄所特别的时候，除了花之外呢，它就是它的叶子呢叫做羽状叶，像羽毛一样的啊，叫做羽状叶啊，像羽毛一样。好，那我们现在首先来分析啊，它每个叶子呢它是一个羽毛，你看羽毛啊，羽毛。好，那这里我们要如果都画成一样就
没有变化，就变降了。好，那首先它的特点在中线，如果这个中线在中间，当然它所看到的是平均的，每一片呢啊必然是两边都看到，左右两边都看到，那么这个中间第一片向中间，然后呢这一片向前一点，向前一点，向中间，向后，向后，前前中后后啊，所以你看它一画起来以后呢，它就变这样的形，那这是说它是正的中间的，那如果它这条线跑到了上面这样子怎么办？那好，这边呢少，这边多，一样，前前中后后，前前中后后，像一把扇子一样。那这边呢看到的大，你看这边看到，这边呢看到小，就那么小啊，你不要怕它，你不要怕它，哎呦两个不对称，不要怕。如果它画的翻的呢怎么办呢？没有关系，还在这里，你看这边大，二三，一把扇子打出去，上面大啊，下面变小了。哎，你看，你要根据这个理论，然后你的叶片呢就会有很多，你变化就不怕变化了。我们一定要有变化，那其他就深浅变化，这是我们一个它的翻折自然的生态变化。好，我们现在来画啊，我现在我们墨色也可以啊，带点色彩可以。好，比如说啊，这个我们叫色彩就是蓝，蓝就代表浅墨了啊，蓝就代表浅墨了，代表深了。好，然后呢蘸墨打一打啊，打一打中的。好，你看啊，这里放着啊，注意到轻下了，然后向前一二，向后四，一二三四五，一根。好，你看，好，再来，也可以先让他知道中线了，然后对不对？好，暂时前一点变化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这个哎小了，变这样了啊，你看侧边前中后一二三四五，它可以从这里走啊，看啊，你也可以反过来，一二三四，当你熟练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开始做各种扭曲和变动啊，它就会出现不同的姿态出来了啊，它就会出现不同的姿态出来了啊。好，你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这个完全侧对面有，根本就没有，但它也是一个羽毛状啊，注意到。看它好，注意到，看一二三四，先画的画，后画的让，它自然就会出现各种不同的形态出来了啊。一二三四五，这是先小小的小叶子出来啊，一二三
是，你只要掌控，不管大还小，你能掌控这一个，掌控它这个羽状，小，它也是一个羽毛状，啊，它大也是个羽毛状啊。我们由深变浅，浅完以后，我又可以再垫深出去啊，要把它垫深的出去啊，在这边，浅的话，哇，真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该有的有，没有进去了，没有算了，啊，你就会出现它的变化了啊，它就会自然会出现很多变化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在这里面，该有的有啊，深对浅，浅对深，啊，它就会出现很多这个它不同的情况出来了啊，这就是我们就是叶怎么画。好，下面画花怎么画啊？花呢，它比较特别，它非常的艳丽。我们先打橘红啊，先打个橘红在肚子里面，前面呢，橘红完以后，前面再加深一点的啊，深红啊，橘红，前面加点深红啊，这样出去啊，好，那它的花呢是五瓣，五瓣里面我们就把茶花放进来，把茶花来，比如说第一个是，比如说这是一个的，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好，我也可以。一、二两个的，这前面的哈，三、四、五，它都五瓣啊，它是五瓣啊，就我们就这其实就是茶花的演变，茶花的演变啊，茶花的演变，好 ，OK， 第一个翻过来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好，下面它集中以后分散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它比较往上缩小一点，这个平一点，这个收一点，因为它往下的呢就比较润一点啊，越来越会在前面变 baby 叶一样，你看它小的一笔以后呢，一二三，有点像牵牛花，有点像以前牵牛花啊。这个你看，一，然后呢拉，它是有旋转的纹，出来旋转，啊，旋转的这样出来。它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出来。好，在这个呢，它的下面，它的下端像个有个喇叭口一样的东西。这时候，喇叭口下面的东西呢，颜色比较淡一点，偏黄，啊，比较偏黄，在这边，一、二，比较偏黄，有个喇叭口，啊，如果翻多了呢，不见得看得到啊，这样看得到，啊，好，这是下端。那我们再看，不要太整齐，要破它的曲线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这个藏在里面啊，藏在里面。好，完了以后，我们要用比较重的色啊，你们可以换小笔啊，我就可以用重的红色。因为它很强烈的有纹，有点像扶桑一样的啊，纹。那这里呢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。如果从里面开，每个先找中线，先找中线，然后打一个扇子一样出去。打一把扇子一样出去啊，
我们要去注意的就是不要太早收口啊，不要太早就集中了，集中就其实它的交接点在下面，所以说我们前面呢先不要在这边就交接到了啊，它才代表有深远的感觉啊，有深远的感觉啊。淡的呢就勾淡一点，深的呢就勾深一点啊，它就比较 match。 如果浅的你勾深的时候呢，它就啊，像比如像同样这个呢往外翻，那我也可以这上收下开，我可以下收上开，我也可以这样打，它又是另外一个情绪，就随你自己的意愿，随你自己的意志呢，可以去改变它，改变它形象啊。那这就是有点像牵牛花一样，有点喇叭口，它的颜色呢是这个很橘红很艳丽的颜色啊，它上面有很多的纹，很多花的纹路比较强烈的，我们在表达它。好，那完以后，下面呢，我们就画它的托，这个托呢，我们一般会用到绿啊，绿，深绿，嗯，黄绿，不要绿一点啊，我们带点黄。我们中国画呢没有绿色，都是靠黄色跟蓝色并起来做成的颜色啊。好，那这个呢跟一样，一二三啊，一二三，好，拉起来，下面一样完以后把它连接起来啊，把它们连接起来啊，像在这边齐，所以就是要破，再齐破啊，我们这就是我们画画里面常是一个破字啊，就是叫参差啊，不要太整齐，就是叫破。好，这样说它的中心呢，中心呢比较偏一个柔和的绿啊，柔和的绿。那这个柔和的绿呢，往往就是由一个这个浅绿色啊，偏黄的浅绿色，这样进去染在这边啊，染它的心啊，染它的心。它花心呢，花心分两种方法，一种呢是比较深，用深的方法点啊，我都点一种呢就是红加墨，用深的方法表达，那就这样，一二三，啊，这是用深的方法啊，比较深的方法表达，这是他画花心啊，啊，那么也可以用浅比较艳的方法表达啊，本来都每一种花只有一种，但是我们为了让你们多了解多学点的东西的时候呢，我就用多一个方法来弄。那它是什么呢？就是有时候会偏白色啊，加一点点黄色啊，白色加一点，白色加一点黄色啊，你看
啊。有的人喜欢艳丽一点呢，会用上这个颜色来表达啊，这样表达。那啊，这个一种是这个方式表达，一个方这个方式，两个都可以。这个比较厚重一点，这个比较雅一点。但是我们真正画画只用一种啊。那现在今天我们是因为让你们多学一点，所以说两个方式都可以表达。好，这个所不同的时候呢，我们再来下面就是它是藤本的时候，画藤本的东西的时候，先画主藤。我们中国画了七分的灰，三分的黑，那七分就大，所以大要变得比较淡一点，七分灰嘛，三分黑，那谁是三？小是三啊，所以说你看，我们就开始画一个怎么样来表达它哈。这个是初藤，浅一点出来啊。注意到它藤与木它不同的地方呢，就是说它常会有钝，柔中带刚啊。我们先把比较大，然后再画浓的，画细藤缠绕它，细的叫缠绕它啊，缠绕这种一二三啊，绕过不过啊，这样出去啊。就细的比较浓，比较重啊，一二绕出来，绕长短紧凑松紧凑啊，这样啊，这样这就是画绕藤子的时候它的一个特色。那有时候出藤上面呢，有时候会点胎啊，那这个看情况来说啊。这就是它了。好，那这个叶呢，我们可以勾单茎跟复茎。我们现在勾单的，就是中一向前、向中、向后表达单茎；浓的勾浓茎，淡的勾淡茎。在浓的浓茎完了后，淡的呢，你就要去勾淡的茎啊，不要。那如果它偏红。润的话你还可以带点红下去啊，都没有关系啊。每个段有起有回啊，要回风啊。啊，这就是画单茎啊，勾单茎的时候要怎么做啊？单茎是做法好，这个呢就是画我们那像这边哎，这边有点皮呢，哎，那皮线对不对？那我们要突出，可是呢，我想好，我等一下在这边落款，那它就会变成凹凸，它就破了这条线。如果我牵制在这边这个地方呢，我可能会在这边又这边哦，哎，这边凸一个东西出来。所以说我们落款会依据我需求来补。如果觉得我要落款已经是在这里了，那这条曲线可以不理它啊，可以不理它没有关系啊。那也可以先画完这个以后，哎，我们再比如说像有的哎，先画拖，然后再补这个。啊，再补一个包包，哎，等等，都可以。好，你看这个呢，就是属于凌霄花，啊，它就是一串，但它的花呢很像扶桑，啊，但有包包又藤本，啊，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开始进入到羽状叶的画法，啊，今天我们凌霄画到这里，谢谢。